另一方面，马华工会则是在时隔两年多以后，再一次有代表入阁当部长和副部长。除了现任柔佛亚裔旦国会议员纳杜斯里魏家祥和丹戎比爱国会议员纳杜斯里黄日升之外，署理总会长纳杜马汉顺以及副总会长纳杜林万峰也将通过出任上议员的途径担任副部长。马华总会长魏家祥是新内阁唯一担任正部长的马华代表，他将掌管交通部，而黄日升则是出任种植与原产业部第一副部长。至于马汉顺将会担任教育部第一副部长，而林万峰则会成为阿兹敏唯一的副手，出任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除了四名来自马华的华裔正副部长，沙拉越民进党的明都鲁区国会议员纳杜斯里张庆信也会上京担任国家团结部副部长。